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雪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的手上拿着的是玉米，这是刚刚咱们的小学生和留学生摘了一筐的玉米，也是来体验咱们的小暑农事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如何。看一下他们的成果如何？看看自己的收获，我也想看。包括地上也是我们的刘先生，你们都太棒了 ，so good。I am Mr. Arman from Pakistan.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CQUPT. 他今天就非常高兴地参加到这个摘玉米的活动中，可以看到他摘了很多很多的玉米，而且他的手还在摘玉米的活动中受伤了，但是他觉得这是可以的，因为他从摘玉米的这个活动中享受到了劳动的快乐，而且他也很喜欢这个活动。